喂，我是吴继兴哦，现在是7:42哈，今天已经是1月24号，2014年哈。我们今天来说一下认同的问题哈，各位看一看哈，我这边这副眼镜是新眼镜哈，就是2000块配的。这副眼镜呢，我已经戴了2年了哈。这眼镜各位可以看一看哈，稍微可以看一看哈。这副买的时候他是买很便宜哈，600块，啊，那时候大减价哈，买600块。但这后来我才注意看到，这副戴了2年的眼镜哈，因为不小心坐到屁股底下哈，所以坐松掉了哈，然后磨损很厉害哈。这眼镜跟那个以前那个《自由时代》杂志社总编辑哦，郑南榕眼镜一样。后来我才注意到，其实我也奇怪，怎么有一天看哈，郑南榕以前有一次去抗议哦，戴眼镜就这个眼镜，他平常戴眼镜我倒没有注意哦，原来是跟他眼镜一样。我现在拿起来这个眼镜的时候，戴上这副眼镜啊，就是新的。那个老板说这个比较便宜啊，镜片很好啊哈，你买这个好啊，或者你自己买一个镜架子再配一个镜片哈，可能比2000块还贵，所以我就配一个这个嘛哈。但是很清楚啊，问题来了嘛哈，问题来了，就是说当然会有认同的焦虑感哦。今天下午就突然觉得认同焦虑感，就像包包也是一样哈。我有一个包包哈，这包包可以看，这叫 active 嘛，就是来行动的哈。这个包包但是路边摊买的哈，一个100块，我先买了3个包包哈，用坏2个过。买一个100块啊，就用坏就丢，哎，拉链容易坏哈。哎，我就想说，干脆我买一个好一点的包包，就去那个家乐福挑一个包包，价格还可以哈，349块，就是平常大概3.49倍啊，很好。我挂了2天，我还发觉啊，它的牌子叫 Queen 啊，但是仿冒品牌啊，但它还做得很牢哦。我就想看你。人挂牌子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哈，因为郑南榕哈作为一个那个政治的标签哈，就政治上面的一个意义哈，那个经过1989年，经过24、25年哈，你看到今年成功大学的时候，它还是有影响力哈，所以当我们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挂这眼镜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。就是郑南榕，郑南榕也不可能抗议人家说，因为我还算认识郑南榕嘛哈，他也不可能说我抗议，我说吴先生你怎么挂一个眼镜跟我一样哈，南榕他不会讲这种话哈，南榕你喜欢用他的东西哦，他会觉得很高兴，这样人家个性是这个样子哈，你支持他的人哦，你跟他是同志哈，我们讲那个同志哦，不是那个 gay 哈，你跟他是同志的话哈。你用他的东西哈，男人不会跟你计较，但你跟他如果是敌对哦，你用他的东西哦，他会很计较。对，我以前试过哈，男人个性就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戴这个眼镜哦，还是很有学问的哈。因为现在看人认同哦，是不能够随便乱讲哦。就像我的脸书上面，我有标示说我以前是在《自由时代》杂志社哈。叫 Liberty Magazine 哈，他们自由时代要换成 Liberty Magazine， 不是，他们有人说要换成 Freedom 哈，其实应该是 Liberty 的意思比较对。如果是照自由主义殷海光哈，他们应该是 Liberalist。你去看殷海光纪念馆都是翻成 Liberalist， 但他讲到那个 Freedom of Speech， 就言论自由哈，他还是讲 Freedom of Speech 哈。对，我们就讲说 liberalist， 他们也有分左翼跟右翼两边的意思嘛哈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讲这个认同的问题哈。你做一个包包，你认同起来，你就说我是行动派哈，我认同起来，我们这虽然是比较廉价商品哦，但大家买得起哈。像眼镜也是一样哈，眼镜这是600块眼镜，但我现在要买哈，就买不到。买不到这么便宜的眼镜哈，600块哈，好，那如果说你要认同的话，但是说认同上面是有很多资源，有形无形，像郑南榕他自己开发出来的，或者说后继者哈，民进党开发出来的资源哈，
哦，那是文化上面是台湾的大户，哦，是真的是大的。比如我们如果是不要用资本家来说的话，哈，哦，就是很大的一个资源，哈，哦。所以你不要看这一小户眼镜，哈，哦，带的象征性意义就是很大。如果说你跟人家讲，就是你在现场，你跟人家讲说你是《自由时代》杂志社编辑，哈，哦。你认识郑南榕，人家当然都会对你比较客气一点，就是说郑南榕名声大嘛。但你说吴继兴哈，或者你自己戴一个是这么贵的眼镜，2000块眼镜对我来说是很贵哈，它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啊，像认同你，我如果说是这种郑南榕这种资源的哈，你要用，还特别买一个这种镜框哈，这种镜框还不好找，我要找眼镜店找了半天哦，就一个银色的哈，比较像正常这眼镜，黑边的好像都没有卖了哈，然后买镜片弄起来还是要好几千块，现在也不只是近视眼，还有老花眼，就是近视眼还要配老花眼的镜片哈，两个加起来啊，哦，一副眼镜就是4-5千块了，啊，一副眼镜4-5千块，所以我在想半天要不要配那种两种那个。焦距的镜片嘛，哈，我在想，我因为没有用过，也不知道，就先暂时这样配啊，哈。我是吴继兴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认同哈，认同这个事情真的，不管你是商品化认同或者是怎么样哈，在这个社会来说，这个意识形态非常细致的分化哈，在台湾这个社会啊，认同哈，不是像想象中那么。简单的事情啊，就是说他们讲的认同，我看那个社会科学家讲那个认同啊，是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哈，是有很深的、很广的意思在里面哈。谢谢，我是吴继兴。